珠宝的男音听了要融化啦。Energy Choir 22年重返歌坛，一连举办两场小巨蛋演唱会，再创高人气。成员阿迪也在社群分享，儿子珠宝在台下一边看着彩排，一边用力跟着爸爸唱《把手给我》，让他感动写下这一路都值得了。谢谢，喜欢这首歌。